去听我听。今天即马要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是《撒母耳上传》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一节。伊利加拿，拿马，登基耶稣，彼得米纳比特西伊利的连接，就当亚伯花。伊利的两个囝是歹人，无明白亚伯花，这两个这是。对待百姓，安尼的规矩，今仔有人变作伊主拜时，时阵，这些国民就来手提三起的枪啊，将枪啊，往哪来，是惊来。是牛仔来，还是鸡仔来？一个炒，炒来的肉，这是拢下去。伊若上示罗，一些的人，因拢是，安尼款待伊。各地阿伯烧纸油以前，这些国民就来对骗子的人讲，想把我这些，为各地烧伊无爱煮的，伊不爱青的，骗子的人讲，一定爱先烧纸油，然后你才当得地肉。后面就安尼讲，你马上给我，无我要甲你抢。安尼，这两个少年人的罪，伊了后花面前真重，因为伊了是也无花的罪名。彼时，撒母耳也果是囡仔，穿着细毛布的衣服店，徛伫伫耶和华的面前。伊的老母每年为着伊做一件小外袍，甲伊的丈夫来献祭祭物的时，带来给伊。伊哩为着伊哩囡仔甲伊个某接受哦，愿耶和华对这个妇人人所赐予后个代替你对耶和华求来个囡仔，因就当地因个分享，耶和华看顾他那，伊就怀孕。生了三个，伊个囝，两个查某囝，一个伊那撒母耳伫亚伯的面前渐渐长大，伊哩年老，相比伊两个囝对待一些的正人的事，不相比伊。甲父母前，四户的富人人，交合，伊就对因讲：“恁为何行这样的事呢？我对见百姓听起恁的歹行，我的囡仔唔通安尼，我听起。”恁的风声无错，恁是我的祖先，犯了罪。人若得罪人，有事
心看伊，人若得罪耶和华，是罪，伊就伊祈求呢，但是伊也无听因老爸的话，因为安尼耶和华想要待伊。这个囡仔十五年渐渐大，耶和华甲众人讲。真爱伊，那你拄会甲伊见到伊第六次无合犹太人的概念。四个大家平安。我今仔日哦，迄个周末中间哦，伊还阁有接受文章吼。我先讲一下哦，迄个顶礼拜迄篇文章了后。我有听到一寡回应吼，啊想甲大家做解说一下吼。这分钟是这咱的英语部的同工吼，因所写，啊有扣了伊的话来，啊今仔咱顶头有啥东西对都转过来。啊，迄个我有甲翻译吼，顶礼拜我有甲英语甲中文的，中文拢有翻译，今仔这嘛是我翻译，我翻译个写出来嘛。啊，有一句话吼，我翻译就是不完啦。因为翻译吼，真侪时阵无法度把伊个意思完全表达得较真好势，所以然后突出无解的所在吼，伊迄个责任是我个吼。啊，个人话讲就是，咱咧看这文章个时阵吼，咱头先咱会记得讲吼，即个看圣经同款，因为咱无法度看见讲伊在写个人伊个迄个心境、伊个表情、伊个口气。啊，加上伊阁是翻译过来，所以有人看到讲，哦，恁顶礼拜看到讲写到讲哈哈，吼，我讲啊，这怎么这么轻慢，吼，吼，啊，哎，迄是完全无同款的一个文化，啊，这一集我无甲分享过，你用什么话讲，你就是话你什么文化来，你就是迄种价值观来，吼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你知影幽默吼，有当时咧讲幽默，就咧要翻译足歹翻译吼，翻译出来。所以，不过不要紧嘛，我相信，上界重要的就是要引起大家的讨论，哦，啊，甲大家的共识，啊，有咧问问题，我想就是好代志，哦，啊，所以咱今日若阁看了吼，你有啥物，有啥物问题，哦，想要有啥物疑问嘛，我欢迎你来找我吼，啊，咱会当。做最最的对位吼，对才来开始。都辜负咱大家吼，尽量问问题。你看咧头一句话吼，伊讲吼，伊咱今仔这吼是写英语部吼，咱的教会这耶稣啦，这种是啥物正式的历史吼，伊家己所记的吼，所以啊，不过请你你这较无相信我，因为我是完全相信可靠的嘛，这一听就知影吼，我本身笑的话啦，吼，唔通想讲，想过严苛来看这个物件吼，啊，咱意爱，无同款的声音拢会当出来，因为无同款的声音吼，爱可以出来，就表示讲咱是谦卑的啦，意思是讲吼，我有可能吼有盲点啦，无同款的声音会当指出咱。赶快的盲点了、哦啊、所以咱互相闹群就进步啊，所以咱就做伙来行。啊，这本就看了吼，咱吾嘛会当有做做对位吼，形成这个对位是最后要形成共识，咱社会要运头进来行吼啊。咱把这项代志放伫基督上面，好，咱做伙用基督来做开始。然后我主办官上面，阮感谢你稳定，伫个年尾对感恩节开始，一直到圣诞节这个中间，主办阮用你求托，帮助你安静阮的心，帮助阮听候主日迎接圣诞节的灵感。接下阮来到你面前，帮助你过一遍通过你的会议，通过你的萝卜，教阮有时间。
机会啊，甲主你三百三对啊，我将一边时间都运用我，当天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哦，迄、那个，阿个去神人伊进前哦，对空军转来了后，开始学做生意，为做过房地产的贷款，后尾嘛做，捌做过迄个 venture capital 哦，就是募款啊、啊投资嘛吼，哦，有啥物，较先进的物件哦，做投资嘛，做投资，啊，捌有一边投资一间公司，啊捌去捌做过迄、那个酒业哦，饮食啦，啊，捌倒去台湾吼，倒去台湾，走去台中做工厂，啊有做业啊。啊，我会记，阮迄、那个要倒去台湾坐飞机的时阵吼，啊公司订飞机票吼，啊伊阿讲，有法，你即马订的时阵吼，我帮你订讲吼，迄、那个伊问讲的，你有啥物特别的需要？我讲无啊。大汉我就是无嘞吼，我讲你讲讲诶，干食菜啦吼，是安怎吼？无啦，大汉我袂使。伊讲好安尼哦，安尼我帮你订迄个 kosher meal 好无？哦，我哈，啊迄啥？哦，我根本就毋知啥物是 kosher 吼。啊伊讲吼，我嘛是犹太人啦，但是吼，我逐日坐飞机，我看人食迄 kosher meal 吼。因为因食迄种较好啊，啊，确实你啊，迄个时代吼，你啊讲 kosher meal， 迄餐吼比别人较好啊。啊，原来我才知讲，哦，迄是犹太人，哦，因我教育的方法所做的，遐物件，迄有做 kosher 啦吼，就是讲有合犹太人的法规吼，诶方法做出来物件。当然，伊当阵人的印象就是讲吼，因为犹太人无咧。较好行吼，所以伊就对伊特别好啊。我还记得真趣味吼，我爸爸我同事讲，你变叫我袂使，你讲我看来敢毋是犹太人？伊讲无要紧啊，你知影 Sammy Davis Jr. 无？Sammy Davis Jr. 人伊嘛变做伊是乌人啊，但是伊 converted， 伊进入犹太教。所以伊嘛是犹太人吼，哎，就讲伊主要食迄 kosher meal 嘛吼，啊，我是因为这样代志，我才知影讲哦，在意识里吼，啥物事叫 kosher 吼，啊 ，kosher 就是讲，犹太人因教育的法度吼，准备食的物件一定要爱有一定的天数嘛吼，才有算讲是清洁。啊，有诶物件是你搁较了准备，伊嘛袂清气吼。比如讲猪肉，哦，比如讲食猪肉，哦。啊，牛肉、羊肉，卖帕拉山，哦，都要放血，哦，来放血。啊，咱台湾人吼，咱大汉肉拢有放血，哦。你看美国诶猪肉吼，绝对无台湾咧好食。啊，因为放血拢放无讲介钱，所以因会现足重个哦。啊，放血放较清气吼，伊就你看台湾的猪肉有好食。那因为唔是为着要好食吼，因为遐天数吼有真侪利益啦哦。无食猪肉是为着要提升家己讲啊，咱是清气啦，因为咱是尊贵上帝啦。所以咱都要清气，所以互家己无方便讲迄无清气的肉吼，咱莫食。啊，咧无清气的肉就是讲，因为你知影吼，迄细菌较侪啦吼，所以你知影猪肉袂当食迄种半熟的种吼，一定爱100%熟啦，吼。所以是通过这提升家己，吼。啊，佫另外一个就是，清气的肉，你嘛都要照迄个方法。啊，他做动物放血，放血其实是咧讲啥物事？尊重性命，因为你若看讲圣经内面定定写讲，
毋通食火，啊后壁就讲，因为啊，因为火内面有性命，哦，啊伊是初生来去理解，就是讲，你若伤害人情，拄好甲拄落去哦，哦，火老衰，你若甲一个人个火漏掉哦，啊伊命就无去啊，对不对？啊命内，你火内面有性命，所以伊个意思是讲吼，爱尊重性命，所以犹太人。甚至到今天了吼，他基督徒上少是打猎啦 ，hunting 吼 ，for food， 为着食物，为着要生活 ，hunting 那是合法的。hunting for games 哦，吼，为着 games 啊 ，games 就是游戏，就是比赛哦，用 hunting 来做比赛，不合法，不合，某些的话。我来了解，哦，所以有一个 purpose 哦 ，OK， 所以有一寡物件哦，伊都爱修哦，犹太人都爱修。那个稍微了解下，物件哦，咱读今仔这段圣经，才较有法度理解哦。伊要互咱看是啥物物件？咱已经看到，撒母尼的爸母啦，因为。我多生吼，啊，所以去求救上帝。啊，了后咱顶礼拜看到讲后尾，迄、那个结束了，咱迄、那个囡仔渐渐大，长恁了后，伊就带转去敬拜上帝，啊，将伊交吼，也去当作祭司吼，要互伊一世人服侍上帝。啊，伫迄个所在，因做伙祈祷。咱从迄个祈祷的内容吼，我想要讲的，咱这样知影讲，伊去遐有做一足长的祈祷吼，啊了后，进入今仔日这段圣经，即马刷落，即、這个卡梅拉吼挖过来吼，看即个伊利的家族，甲伊的两个后生吼，伊利是去当中的祭司啦吼，伊的两个囡仔伊嘛是做些做去当中底下的祭司。啊，咱我过来看一遍。啊，咱上头你着看到迄、那个，我以前常常讲的迄个文学三明治吼。你看到迄个伊利的两个后生的故事叫拆开，哦，拆做两边，啊，中间插撒母尼的哦的故事嘛吼。所以这是文学三明治吼，重点是这个撒母尼的这个。用啊！啊，最后我加一句：人甲上帝哦，即、這个撒母尼渐渐大汉，人甲上帝愈来愈尊重，愈来愈疼惜撒母尼。所以伊利的两个后生的故事，甲撒母尼的故事吼，变作一种一直背的，一直背的。啊，这就是一直愈落，一直出落，一直出落。哦，啊，咱开始看即个伊利的两个囡仔，一开始就讲这两个囡仔哦。伊利的两个后生是歹人，因唔捌耶和华，无认捌耶和华，所以伊都讲内容吼，互人看吼。伊讲因的规矩啦吼，百姓内底献祭时阵，因的规矩是安尼。当咧煮遐肉的时阵吼，祭司的萝卜吼，这祭司自家过来过了礼拜，祭司。因有真侪请的啦吼，厝内有请的，都来提尺三支的尺嘛。我头先我感觉真趣味，恁家的尺我是三支啊，恁家的尺我有咧三支啊。哈哈，恁家的尺我拢四支的，哦，四支较侪啊，但我三支的，我落去想想吼，迄三支哦。我找来找去哦，去找一支三支，迄三支哦，现在五支的是吼，就大大支哦，就大支哦，大支的吼，啊人人哦，中啊人人，啊要刷了伊看啦，三支的签啊，迄五个的，迄鼎内面啊吼，无论用啥物咧煮咧，啊插落去，啊来提起来，哦，提着了，提。这啥意思呢？我来试看卖。
插落去哦，退起来哦。我想想的哦，第一一定是无骨的啊，迄有骨的插落吐也袂起来。第二哦，一定是大地啊，迄细地哦吐袂掉，生气啊，然后个人吐袂掉。对啊，插落去退起来，退到大地啊，我看哪来退到大地？因拢是安尼做，意思是讲哦，我圣经真趣味哦，伊就无直接甲你讲，伊就互你看，那自肥哦，自肥，摕上好个就对啦，上好都伊都带去甲摕去，所有啦哦，即来到四楼的一些人，因拢是安尼对待伊，啊唔难咧哦，十五层。讲伫阿伯把迄个肥嘅肥肉嘅部分烧掉以前吼，这些嘅无倒来啊。甲因讲，甲肉交代互这些，伊要用烘嘅，唔爱用煮嘅，吼、哦。你请因啦。我想讲，他这是工厂，吼、哦，可能伊爱开迄种较轻哦，吼，迄老气嘅话。啊，其实吼、哦，唔是讲其实唔难嘞吼。第一，伊讲吼，阿未开肥肉烧起之前，意思是阿未献到上帝以前，哦。那看到我书吼，我感觉上帝嘛真 practical， 将迄个对咱无好解好个 cholesterol 上大嘞吼，肥肉嘞，啊，肥肉给烧掉，烧掉。啊，意思是奉献到上帝，但是奉献上帝，阿未奉献到上帝以前，因就来啊，都甲吐。我甲这些摕来，伊要用烘的啦，我爱用煮的，喏。迄有当时啊吼，是安尼啦。我想讲，因这些可能较爱食 barbecue 吧，吼，要用烘的啊。因咧是安尼吼，要烘以前，我嘛爱烧过水啦，哦，爱烧过水，哦，差袂咧火擦擦滴。你知影，当你讲 kosher， 因为伊咧天主啊，哦，未使我被蒙到火的，哦，第二，伊讲伊爱煮过啊，哦，唔通过水，伊要青啦，啊，意思是吼，完全无符合 kosher 天数啦，哦，你如果对伊来讲啊，哼，免插伊啦，哦，不管啦。这是伊无要无收入法就对啦，哦。啊，人若提醒讲啊，唔通安尼啦，哦，不要紧。不过咱大心甲肥肉先甲烧掉，意思是大心方面就烧掉，哦。啊，剩的迄吼，啊，伊可能就知影哦，我知影，迄拢是一种提醒。我头先讲，互家己无好变，提醒家己讲，家己是身体啦，哎，安怎。但是不管怎样哦，咱若干那抓着迄个卡哦，嘛是一种迷信，嘛是因为安尼吼，咱遐意识到遐信仰上拢无去啊，好无？哦，连猪肉嘛会使食对无？那个你有可能讲无食猪肉，但是咱生活顶面表达出来吼，毋是清晰。啊，你干嘛？我无效啊，对不？所以到到新约，想讲不要紧，你猪肉做你吃，但是咱爱记的哦，咱即款已经无迄个 reminder 了哦，无迄个无食猪肉来提醒家己，总是咱爱画出讲咱是清洁的。啊，所以，而且伊讲，我唔免人若提醒，讲咱大心献予上帝，哦，啊，剩的遐后壁的哦，我嘛了解讲，迄是心内吼，内面的物件较重要，迄外在形式，要做起。啊，安尼伊嘛唔肯啊，袂当的哦，提来，即马加提来，哦，啊，无要抢。真恶毒就对啦，对啊咧，
因为做事非常的紧张吼，因为表示上帝的旨意。啊，对安尼吼，跳过吼，咱即马先跳过中吼，即、這个差不多二十分，我倒转来吼，因的歹国唔来干那安尼尔吼，伊讲伊哩年纪已经足大啦，请去伊的两个后生。对待一些人的代志吼，佮听见因的回屋的头前，佮遐个厨房的遐个附近人吼，乌白来，伊就甲因讲，恁是安怎呢？我对百姓遐听着恁所做的歹，我会听，我唔通安尼啦，我听着恁的风声，真是来足足歹，恁互上帝。百姓，犯罪吼，但是你有注意到一个字一直走出来，听见，好一遍，二十，伊哩已经老啊，听见因两个后生，一些个人的面前所做代，佮听见因佮遐附近人们来，因伊甲因讲，恁想要做这代志，我对百姓要听着恁所做。派，我的囝唔通安尼，我听到恁的风声实在是足无足无好哦。因何以亚华的百姓犯罪？然后若得罪人，老人得罪人有事实哦来做伊的判断。然后若得罪上帝，上帝当强强我替伊求讨的。结果又因又原唔听，伊老爸。我听见，伊最后结论是，我能看见讲，因唔听啦。其实这里哦真趣味哦，因为伫上头前十二章一开始讲伊哩的两个后生是歹人哦，唔捌耶和华，即唔捌之前哦也是听啦，关门啊也是听啦，因唔听上帝。因无咧听上帝的啦，哦，这两个是互相照应。因对唔听上帝做开始，这个故事的结束的时阵是，因犹原唔听因的老爸所讲。咱来搁详细去甲看，我想是行，真趣味物件。头一项是这个。要怎听上帝的声？咱若我若搁倒转去看这个故事，遐个很济人来提醒伊哩讲，哈，唔通安尼啊！我至少把迄龟肉吼先甲烧掉啊吼，迄个就是属于上帝的，这都无人会使食。伊唔听，有无啦？马上甲起来，吼！迄个当时啊，上帝咧通过咱身躯边啦，通过代志。对咱讲话吼，总是咱啊有去注意听吼，咱听袂着上帝的声音。对安尼，咱看见中吼撒母尼的故事，甲最后一句讲人甲上帝愈来愈疼惜伊。真简单讲，就是做一个对比啦吼，做一个比较。查某人迄条做，我是囡仔，穿衣服吼，就是咧祭司所穿的迄个袈，徛伫上帝面前。当年伊的老母就替伊准备一件新的外衫。当年就去看伊，伊哩祭司吼，祭司伊哩就为了伊哩囡仔啊祈祷，甲伊的太太合作祈祷祝福。问上帝对这个有人能够有你得到后代来代替你对亚华求这个囡仔，上帝果然听伊的祈祷，予伊生三个后生，佮两个查某囝。总是三五年继续留伫个亚华的面前，吼，伫遐渐渐大。咱看见一方面。
有人一直出路，一直出路，总是当时是啊，上天嘛已经准备好啊，一个真细汉的少女，渐渐一直起来，一直起来，一直起来。伊刚刚嘛是咧挑战咱，嘛是好咧看见吼。每一个时阵，每一个时代，拢有迄个向下沉沦的，当时是啊往上提升的吼。看你到底是要遐边出落去，还是要徛伫个迄个顶头一直爬起来的这边啊？我昨我想昨吼，昨到昨日吼，可能有真侪人困了袂好势。啊，昨早起起来就呾袂当做坏，我安尼半醒吼，拜六透早，阮无事就讲，做大事，我想讲啥物代志。你讲安尼，哦，那甲美国同款啦，哦，那总统哦，输甲后尾就是去了美国，渐渐在改变的迄个困难，人有通反应，你要站倒一边，你当我们外意思嘛？你看我今仔穿啥？这是我敬的，你莫说你敬。我本来吼，我本来敬这个，我本来这个纽扣是讲，哪一个领口就配。如果我敬的，你骨带就是哪一个领的，你袂看的。你不知吼，咱若袂晓徛做对吼，咱无法度进步。咱嘛是提供别人机会，甲咱做对。咱是一体的，哦，你是一体的。我感觉台湾的变迁吼，足紧，时间在过足紧，其实。咱继续为了咱的故乡台湾祈祷，愿上帝怜悯甲帮助。即马换倒转来想哦。台湾人嘛爱有机会去照顾遐个弱势，现在吼，渐渐吼，规个转回来，遐个后住民呐吼，后壁较外来，因自然会变做弱势，来徛伫信用，咱有责任甲义务照顾遐个弱势。就敢若当初吼，因摕到所有的资源的时阵吼，因有进行啊义务照顾弱势同款。咱的信用甲咱讲吼，咱若袂晓要做这吼，袂晓两个人做中心吼，自然就无外多转来。哦，我会去八当钱，敢若讲嘛，过外过一辈对无？徛伫信用做中心，咱今仔搁较重要，咱要看家己吼，看咱的教会。现在咱的历史来源吼，我著讲，我自细汉第一期变到来教会大，我是医院这边的人，为迄边一直徛一直徛。然后感觉吼，咱爱会晓做调整。医院来教会吼，你讲怎个？其实，但是我欢迎你讲啊，找无较好的时间，甲我描述咯，所以我。所以我只好用这句吼，进步较慢。你若想要进步较慢，因为吼，咱三四十年前吼来到美国时阵吼，咱的信用传统炸来了后吼，全掉的，吼全咧掉的。台湾的教会已经进步一直去啊，吼。你看台湾的人来遮吼礼拜。即拢以前个吼，即马咱手法较好。以前个，哦，恁个礼拜天数，太方便嘞。那那我阿公阿祖以前个迄个时代，迄种型个安尼，吼。啊，即我上摆大个印象就是我等去台湾，甲人讲台语，人嘛是讲
欸，你讲的迄种台语哦，因为我阿公阿祖咧讲的台语啦，吼，即马台语就是安尼讲啊。因为咱所以由伊的好甲歹来讲，伊无绝对的好，无绝对的歹。伊好是因为伊保存了足好，咱迄个文化传统的，咱保存了足好。但是当这时啊，伊无当这些一进步就变作慢，对不？两代总是咱一直咧处理的秘密。那咱教会的成长哦，教会要进步嘛是同款，那不是向上发展哦，那不是顶头一体，那无就是低迷，无可能一起。甲溪水内面咧过船同款啦，那毋是进就是退啦，那毋是，就算讲你要保持以前现状哦，你嘛要一顾一顾啊，对无？你只要无顾，伊就是对水流去啦，是简单。特别咱我是改革中，改革中的意思是啥？改革中的意思就是讲吼，咱无讲家己已经好势成功啊。已经达到目的了，无啦，永远有求进步的空间。意思是讲吼，咱爱学习谦卑啦，吼，学习谦卑，永远都袂通我求进步，永远都通我继续改。其实咱若袂晓要改吼，时代就甲咱淘汰，就简单啦，吼，就咱淘汰。所以已经，咱即马行到遮吼，咱来渐渐不看。我不跟他朋友，人过五十岁了，看代志小可无同款。你感觉讲啊，我搁剩偌久的时间，需要做，需要关心什么代志？时间无多了，咱爱搁行上去，后一步，迄后一步吼，的确都爱看咱的后一体啦，因爱来讲。其实这不是什么秘密嘛，我迄天甲人做伙开讲的时阵，伊讲吼，其实你若看中央会，吼，啊，真好一个组织啦，教会，吼，美国人的教会，要同款。若无后一体人，咱若唔肯会做调整，啊，甲伊合作，啊，会接轨吼，伊自然就是死去啦，对无？咱中央会，我对。加州到美食人到咱遮，拢拄着同款的问题啊。总是咱即摆，若比较起来，我看了遮的中央会，靠拢嘛，遮的中央会有一批新的人会当出，但是会无妥协咱的 core value 哦，上界重要物件，无伫教会内咱无妥协信用的。上界重要物件，但是其他物件咱会当小可做调整。移民咱的教会线路要哪行？咱若无搁往头前行一步 ，interpret， 甲这个社区做结合，唔是讲一边就要跳开变做黑人白人的教会吼，唔是这个意思。要知影你遮吼。甲东洋人有关系，甲东洋人无论是因为朋友，还是婚姻，吼，甲做伙吼，有够侪侪哦，吼，有够侪侪。咱会当慢慢啊，其实无论是黑人白人的教会，伊嘛是渐渐往这边行。早晚教会一定拢是通通的，一定拢是跨文化。啊，咱有足侪物件会当讲的。总是咱家己的迄个心爱拍后边，咱起来是要宣扬上帝国、上帝福音，咱拢是兄弟姊妹，感觉好呀。咱要怎会当听见上帝声？兄弟姊妹。你讲有意识就讲吼，
咱纯粹时阵，敢若有意识起来吼，其实拢知影。咱到文章时阵，见证会，咱就看见已经三代，我回教会已经有第四代啦。人一直渐渐一直出来。你想哦，到我第三代、第四代，伊敢会讲伊是台湾人？讲伊是美国人，其实有足长的时间，我讲我是美国人。总是我即摆讲吼，我是台湾毕业的美国人。咱有足侪物件会当 contribute 哦，总是咱来甲这個，咱来代薪。一方面照顾咱家己，一方面咱会当打住。我想咱会当做伙来，互咱后一批的人吼，会当出来，会当接续咱的遐个传统。啊，咱犹原要支持咱的故乡，加做伊的祝福。但是当时时啊，咱嘛都要加做这个地区的人。上帝呼召咱来吼，带咱来到这个新的迦南地。我一直看这个所在，就是咱的应允的所在。上帝讲，这的土地拢要是你的哦，但是你都要加做，这的人的祝福。要加做这的人的祝福，头一个吼，咱至少你爱会晓要祝福咱的细囝，甲咱的后一辈人做伙参加当中。那不是向前，就是退后。哦，那不是向前，就是退后。咱听候，听候，听候，咱一直在等。我想，昨昏对咱做做人来讲，对我本身来讲，也是一种大的转变。咱即摆愈来愈好当，好当讲啥？我就是台湾人，我就是基督徒。我唔知道你有这种感觉无？我自细汉在台湾大汉，伫迄个过程中间，做做时阵吼，去甲，因为咱是太焦灼焦灼，咱是不得已哦。在学校内面哦，未去主动讲我就是基督徒啊。哦，即摆台北吼，台北渐渐改变哦，因为基督徒人数愈来愈少。我意思讲，咱好大公，我就是台湾人，我就是基督徒。哦，啊，阮做，阮要做的就是这個，阮教会要做的就是传福音。哦，迄个意思是要我两公硬要人钱落去，你无接好，唔是迄个意思。就讲我即摆好大公，我就是台湾人，我嘛唔是要跟你我两，我无要跟你争。That's me。哦，这就是我的心。无论你安怎讲，我看我就是安尼，哎，就刚才你听来讲，你搁看我讲我有台湾人的迄落，我看我家己是美国人，我无你先，我无你边啊，对无？就是安尼。那么无必要，伊嘛无需要跟你争啊，你看最后囡仔的方法就是安尼，你。那硬要记得，我才要那，我就来走，对不？就是安尼啊。所以咱嘛无需要，我讲不，你是输阿样。那刷落去，总是咱来合作。咱若要期待，因为有这个教会，哦，你通想象二十年、三十年了后，就算讲这个所在变迁了吼，就敢若阮洛杉矶，我就是间教会。诶，名哦，台湾教会名，但总是无台湾这字啊，敢若有做广告 ，Shepherd of the Valley， 是安怎？因为是台湾人共接收的，哦，迄个地区的美国人一直刷，先刷，先刷，先刷，台湾人一直入来，结果台湾人共接收，已经变作台湾教会啊，总是迄个历史啊，写得足清楚啊，迄毋是台湾人开拓的，对不？迄毋是台湾人开拓，迄是。哎，迄、那个历史写得足清楚，当初啥人开拓的，什么什么，
No Taiwanese， 对不？赶快，咱会当有这个人做会进步。我看时间也到啊，咱我一直讲哦 ，We are to be kingmaker， 咱是要制造王的人。迄、那个意思是讲制造王，迄、那个意思是讲要给因的迄个 potential， 给因的迄个可能性都会当分出来。咱渐渐爱进入迄个 supporting role， 跟斗三工，帮助伊。咱来扮演这个角色，咱做伙相共，做伙来，因的成功就是咱的成功啊！啊，对啊咧，咱来当伫咱这个历史顶面捞一笔啊！我们是迄个做转变的人，做伙来听看上帝的声。这个时代哦，在这个世代内面，咱要来扮演咱，甲咱所谓扮演的角色，扮演的角色，咱做个角色来去做。听完这么多的上帝，我要说句感谢，愿主你帮助我，开我的心目，我看见这个世代的潮流，我知影我应该爱扮演的角色。愿主你怜悯帮助我，我为着我所领受来献上感谢。无论是阮的教会头前的路障，也是阮的故乡台湾，阮头前所要行的路，愿主你继续引导甲带领，也按耳通听阮对心内的祈祷。愿主你赏赐各家辈听伫阮的中间，因为主你护着阮，也疼惜阮的厝边，亲像家己。甚至爱疼惜阮的对待，所以我知影，这靠我家己的气力，我实在是无可能。总是阮要投靠伫你，上帝你会听，保护阮，洗清阮，也帮助阮继续行头前的路。多谢你，人生基督教阮同福耶稣基督信仰。阿弥陀佛。咱做伙起立。
来结束较紧的，对即时到对世代无尽，阿门。
是欢迎哦，今仔日是大港节的头一礼拜哦，所以咱咱看到今仔日礼拜日出报名大款哦，咱开始有点这个热情哦。万一有其他朋友来哦，无同学来哦，咱问哦，你咱来小可会晓介绍哦，或多开了解咱的信用传统哦。大港节是 Christmas 哦，迄个圣诞节的头前四礼拜嘛，迄个 Sunday， First Sunday， 每一个礼拜是点一支蜡烛吼，啊，到个第四礼拜，Christmas 时间吼就会点一支中华迄支吼，迄个白色的吼，啊，但总是第一礼拜的庆祝，普通时啊拢是25号头前去讲吼，那出来。就我第四期是迄个人在写，是我教我教，啊，总是迄个艺术教本哦，迄是最后第四礼拜，所以今仔日是头一个Sunday 哦，头一个礼拜是大教节的开始，所以这是大概啊，迄个艺术是讲，咱咧听候哦，咧听候耶稣基督过一段的诞生哦，伫咱的信仰状态。所以咱一般在的心呢，出比咧压制、压缩机的，那从就是原来讲说来杠杆的，听好压缩机的杠杆的建议开始，我希望咱大家需要一概念。啊，后礼拜吼就点两支吼，啊，搁上礼拜点三支，我不想。感谢上帝恩典，咱大家有一个真好的感恩节。进入来讲一个节气，咱希望耶稣能降生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咱真欢喜，无惊搁再一遍，咱甲咱三个做伙来敬拜上帝，可以，也是让做伙诚心，再来做礼拜。咱来看报告书哈，礼拜刷新闻出去都在那边翻小歌啊，诶，原来是新闻特别咧加强联系吼，一点四十开始吼，啊，拜五新闻对较强联系啊，拜三彼得会啊，礼拜日三拜会。礼拜咱的姑娘的新餐，好，新餐将来寄来准备，来代表说，社会报告，咱准备伫迄个每年七一月七到甲七十就是拜五拜六，有一个中级训练会地点，伫个科威，个地方啊，请中级咱赶紧。预算报名，预算，这礼拜拜四，就会去开会。拜六，技术会到会十点去开会，技术会再报告。拜六十点技术会开会再休息，技术会报告。常务先说的是，先休息，别又要说国会，这样对需要其实。关怀做报告，咱今年食品，咱们这食品的关进华站不衰哦，440部，三几个又根据媒体运输，感谢两姊妹甲姊妹好消息，华裔含义，在家庭办，咱可以做报告，姊妹会拜祭，要点来拜祭。下礼拜拜祭，天煞就能来吼，安尼，教会家聚会，主要地方就是他们的个人祷告的地方，像这像姊妹这样的参加，伊在交通，然后因为有一间欢喜，我来人，我叫新的厝，今日拜拜啦，我
有些人输，我来对伊后，我就我留完第二排得着，一世人入去以后，我看你的眼光，笑了你的脸，这是对我西瓜来不落。是啦，咱哥一日三个钟头，有通买一个，咱做伙去买一件买。Thank you.
来庆祝感恩甲圣诞的季节，食到桌顶一一般的迄个的时阵，我每年拢会一摆想念着当初美国早时个清教徒，因为信仰的自由，经历千辛万苦，活到性命的危险，来到一个面对前所的所在，开垦发展，甲你怎样引刷安葬因，甲因的子孙，这个所在建立一个听主美丽的国家。愿你感恩无煞，求你也为着阮即群伫遮寄托移民的百姓，使阮舒服互阮，时时引带看顾阮，互阮一直平安快乐也喜乐。伫遮为着阮的前途努力打拼，亲像美国的先祖一样。来迎光你的性命，天父上帝，阮所关心的故乡台湾，即摆九合一县市里长的选举已经伫早日圆满结束，即摆选举。七成遐尼高的投票率，就表示台湾的民众对台湾的将来确实有滴关心甲感冒。有人讲，现在是决定台湾将来生死存亡真重要的时刻。无论是哪天，还是热地，愿上帝引带保佑台湾将来必行的路。愿教会英文部就要开始聘请聘的时间，就你予阮有信心。一直相信，这个少年人的智慧和热情，比李牧师和各位同工集中集合作下面顺利进行。为着阮教会和阮的子孙，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的计划和投资，我天国的福音伫奥斯本。这个地区会继续传下去，我们也要为着心情软弱、身体欠安的人来祈祷，求你扶持、帮助他们早日恢复健康。我们这时也要用主祷文让心嘴声来祈祷讲，万物皆灭，万变相息，夜道云高，夜气之祥，对你心出的定义，万人齐平安的广泛，下面万人国富，请求万人下面国富万人啊，我们召唤你一起，与万国的热爱，与报万人平等报喜之手，代代久矣。阿门。Thank you.
英文十九篇，是诗篇九十五篇。来啊，咱就耶和华唱歌。叫咱来唱歌，唱花开香。咱就到伊的面前，感谢伊。用诗歌来唱花开香。因为耶和华是大上帝，是大王，也为王众上帝。对，深的所在，伫伊的手中。山外的所在，属于伊。海洋属于伊，是伊创造的。大地也是伊手所造成的。来啊，咱就继续敬拜。为了着创造咱的文化的环境。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母亲的子手的儿。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，就毋通用恁的心。那有咱处理到的少年的个人信息，shame